所以我非常感谢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一开口，声音洪亮。韩国瑜北上照常行程跑透透，但丝毫看不出一点疲惫。嘉宾，酒帮你煮那个鸡汤，对不对？这鸡汤是每礼拜都会喝。鸡汤就是一包一包现成的。 韩国瑜精神饱满，眼神发亮，走路的步伐也很快。只不过似乎无法适应台北市两的天气，温差很大。台北要比我们高雄大概温度要低个5-6度以上。我看，不好意思。要不要参加？还好啊。这温度不太一样。平常穿袜子睡觉保养的韩国瑜，北上也特别带来帽子帮头部保暖。只不过天气冷飕飕，他只穿了件背心，对比一旁其他人都穿着大外套，似乎身体状况还不错，但就在前一天，参加防疫模拟演习，韩国瑜眼皮很不争气，不断滑下来，但头更重，不断的往后倒。对比隔一天精神奕奕，难不成是照常行程能帮高雄发大财？所以连眼睛都跟着亮了。 我现在一根蜡烛两头在烧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行程，好多行程。台湾卫跑到台湾头，韩国瑜行程多到跑不完，像是超人般的行程也的确考验他的体力和毅力。但为了帮高雄拼经济，不管再累，他从头到尾没松懈，像是永远拴紧的发条，勇往直前，冲第一。记者廖智台北报道。